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玩 Pro Night， 然后这款游戏已经出了好多新地图了，而我们之前只玩了两层地图，一张是学校，另外一张是营地。对，学校和营地我们玩了这两张地图，然后这款游戏已经推出了很多新地图嘛，但我都没怎么玩，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体验那些新地图，所以 Let's go。 OK， 现在我们已经刚进入玩家，我刚进入你就给我搞没了，刚进入结果就有玩家退出，牛批，拜拜。OK， 我们现在又进入了一场游戏，这个地图就是农场。在开拍之前我有玩几局，但基本以团灭告终，标准结局啊。所以呢咱们今天随便选一个角色，等一下，那些角色技能是啥来着，那就不管了，就直接开始吧。OK， 我们已经进入了游戏，然后我们出生在这里，杀手很多时候都是第一时间找到这里，所以咱们先在这上面观察。我看到杀手了，果然他在过来这边的路上，看到没？杀手往那边去，那我们往另外一边走。前期最重要是不被发现，我觉得前期最重要是不被发现，而不是修机。我操！我往杀手脸上跳。哎，走，开始修机。稍等，把这个给它关上。可以，我操，安全。怎么感觉杀手好像快来了？就挡在那边，那就可以安心休机。然后待会儿看一下队友往那边上椅子。那边，杀手没来我这，可以，那我们接着修机，因为现在才开局，一台机都没修。然后呢就有人倒定了，所以呢现在先休息，因为机不够，救了也是没用，反而第二次上挂还会更放时间。看样子应该是没发现我，果然完，我不应该关着的，你看啊，全没了一下子。我一下我就倒地，我三十滴血一下就倒地，啊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废了，废了，哎呀，没打算救我 ，OK， 应该他们觉得机不够，正常。
K 差不多要去救了，好不好？都过半了，过半了要救了，要不然我要直接升天了。都已经过半了，救不救？哇，我再上挂一次我就要飞了，又不能过半，过半就真的太坑了。现在这边观察一下视野，有队友倒地啊，给三个人一起修机，还诅咒了一波，干。完了，我手贱，这把我的，哎呀！哇哦！我手贱走了一下，那队友可以救，哎，哦，救了。看看杀手的位置，他往这跑，杀手应该会跟过来，果然。还好我没躲呢，要不然这波上椅子就是我了。可以接着收集 ，Go Go Go！ 呜呼！OK， 鬼来了！刚才队友炸了一波鸡。嗯，杀手还在这里走来走去。嗯哼哼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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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可以三个人，三个人。鬼应该快来了吧？杀手呢？没看到啊。嗯，杀手不会放弃这里了吧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还好我没去修。看来这个鸡估计是修不了了，并且你看杀手已经在这里等了我们等好久。我修其他的，他在这干嘛呀？要不要修支塔？我先看一下。给鬼在那边，那这台机我就开修了。有点不太放心呢，毕竟我这个血量并不是很高。先去探查一下鬼的位置再说。
哇，极限！怎么这么多呀？哇，先溜一波。Sorry。这你们不溜吗？连续炸多少次鸡你们要？还炸一次？还好我溜得早。看来貌似真的要修另外一台了，这一台感觉有点修不了啊。可以修其他的，时不时要勘察一下鬼的位置。OK， 咱们直接修机，把它修完。因为杀手好像没来这边。我等。你看，我一走，然后就开了。OK， 让我观察一下鬼的位置。杀手不在这里。寻夺筒子上。可以开个门。杀手还不过来吗？队友都来了。嗯。杀手好像真不过来了。杀手呢？杀手呢？那我开个箱子不过分吧？又不过来。嗨，嗨，嗨，嗨。让我看一下鬼在哪里啊，等下这杀手到底去哪了，就这两个门还这么近。Oh yeah。直接进去，逃离，还砸了一下他的头，不错，成功逃离。